呼声最多，擂台上打不倒的会是我。我叫罗家豪，是澳门的艺人。咁我自己就係中意唱歌啦，咁但係咧好多朋友認識家豪咧都係從呢個司儀嘅活動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 AJ， 即係啱啱舊年咧就推出咗自己嘅個人第一首歌曲啦，認錯，同埋自己都作咗多首歌就叫做原諒我嘅，咁而家都會喺我哋團隊入邊幫下手作歌啊咁樣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祖師。咁我就係2004年開始咧參加當年澳門嘅新秀。呢一兩年會係比較豐富、比較多製作嘅一年。今次呢一首歌咧係獲得金沙中國去邀請我哋去唱啦，同埋去贊助我哋呢一件事嘅。我哋本土嘅歌手其實不嬲，澳門嘅博企啦，尤其係金沙中國咧，其實都一路好支持本地嘅文化創意產業嘅。我哋就好想做一件事，就係由本地嘅歌手、本地嘅團隊去創作一隻歌嚟到去俾本地嘅拳手。我哋就係中意唱歌，中意。演出其實所有關於演出嘅嘢咧，我哋自己都係好 enjoy 喺呢件事上面，所以今次威尼斯人嘅拳賽嘅歌啦，咁叫做無極限。我哋希望除咗話做得開心之餘，就會比之前嘅歌人哋聽到會進步咗。當初知道要作呢首歌嘅時候，都已經係朝住吳國權呢一個本土嘅拳手去做靈感嘅。咁我都自己有同 KK 有傾過偈啦。咁佢都係同我講話想要啲正面少少嘅信息嘅，因為我好運動，所有運動我都唔係好熟嘅。我作詞之前咧都睇咗好多拳賽嘅一啲嘅短片咯，咁咪俾啲朋友睇到會覺得，個歌詞好似有啲高傲啲嘅感覺。其實我哋個感覺就係點解寫到咁，要一個拳賽你出嚟，你唔需要禮讓，你唔需要去講禮貌，你一嚟就要揮低你嘅對手，咁就最好啦。咁所以就寫咗一個咁樣嘅歌詞出嚟咯。咁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嚟嘅，因為入面有一個英文嘅 rap 咧，咁又係要多謝 AJ 啦，因為英文係佢叻過我嘅。咁我第一次寫英文歌詞兼第一次寫 rap 嘅歌詞，咁當中有啲都係要去俾少少意見咯。教練， Hi， 你好嗎？你好，我係 Jack Wu， 今日你係教練啦。其實今天的拳擊訓練都不會太苛刻嘅啫，因為你是初學者啦。Okay. 希望你捱得住。希望啦。準備好未？可以。OK， 好，換衫先。唔該。初學者嚟講咧，我哋都不會俾佢做啲好大壓力嘅一啲會令佢受傷的訓練啦。但是我認為都不會好受的要佢。呢只。好，兩手一齊。好驚喎！你。咩嚟嘅？閃網球，準備一二三 ，OK， 望住，一二三，望住，唔好眨眼，唔好眨眼，好。頭先個challenge都做得唔錯啊，跟住第二個啦，今次我哋嘅係做拍手，好，冇咁易嘅，準備好未先？好，嚟啊！第一個，如果呢個 OK 嘅，第二個，哇 ，OK， 第三個，好，睇你去唔去第三階段啦。係咪個膝頭哥可以放低㗎？梗係唔係啦。好，嚟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好，哇，二、三，哇，二、三，哇，好，算係拍到啦。有冇信心做前後？梗係有啦。幾欣賞佢嬉皮笑臉、認真地玩呢個態度啊，唔錯嘅。將來如果佢肯繼續訓練落去，會係一個可造之才啊！